潘妮老师的家，23号的厨房。那今天潘妮老师又为我们带出什么佳肴呢？在春节里面，那我们去了韩丽老师的厨房。谢谢你，Hello，这家人交给你。谢谢琳达老师，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的话打个一，非常非常清楚。非常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23号厨房，我的名字是韩妮，非常开心有机会在这个平台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个健康主食的这个心得哇，今天的那个阳光非常的给力！猛烈，我要躲那个阳光，非常难得今天会有阳光，所以今天是一个好天呐。今天呢，那个彩凤老师他有这个步步高升嘛，然后我就来个扭转乾坤，好不好？非常棒，马丽老师。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黑椒牛排，就是 black pepper steak。在英国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去餐馆的话呢。这个在西餐里面呢，是大家都会点的一道菜来的。然后呢，通常你点的话呢，牛排会比其他的那个鸡肉啊，或者是鱼肉啊，会更贵一点，对吗？所以呢，今天我就教大家，其实做非常简单。然后如果你吃西餐的话呢，可能就是 two course, three course，就是2道到3道，就是有所谓的前菜呀、然后就是主食，然后就有一个甜品嘛。所以呢，今天我也是。一次过跟你们一起分享我平时吃 three course meal 在家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非们常宅棒！家宅到啊，我想是，说，现在有钱，我们也出不了去，出门去，没有餐馆开门给我们吃饭了。所以说，大家宅在家里，还是自己亲手动的嘛，对不对？这道对对年对对。菜我们就要靠自己了，不能再去餐馆子吃饭了。宅在家里不是的很丰富的，对吗？像五星对，一样的菜肴出现，谢是谢你。的，因为在家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自己自己要的那个食材，然后你可以自己变通。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不只是可以省钱，而且是比较健康，因为你知道你把什么放在锅里面嘛。因为你在外面，尽管他们很多时候跟你说他们用有机的食材，或者是就是 organic 的食材，或者是他们会放很少的这个调味料，可是毕竟不是你亲眼看到嘛。可是如果是你自己煮的话呢，而且是你是自己去采购那个食材，你就知道说你采购的食材是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注重的。然后因为我是很注重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就接触了这套锅具，iCook 锅具。因为当我知道说，iCook 锅具呢，它是用低温煮食的方式呢，把营养保留下来，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而且呢，它会减低那个油烟呐、啊。然后大家都知道说，油烟是其中一个让妇女可以得到这个肺癌的其中一个元素，或者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导致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一听到这个锅可以把这个油烟去掉，我就非常的被吸引到。然后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就是先分享这个iCook 七层锅。然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英国非常怎么说普遍吧，叫做 butternut squash 的这个汤，就是我去查了一下，是那个葡萄还是和那个它是南瓜的一种，然后它如果没有记错，实际上是叫葡萄南瓜，就是说它的样子呢有点像那个葫芦葫这芦样是子的，吗？像葫芦一样的那个南对瓜。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在这边，在英国里面是很普遍的这个南瓜。对，在英国很普遍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它其实是半粒来的，就是它虽然是很小粒，可是我切了半粒呢，还是有这么多。你看，大家看到吗？而颜色是非常的鲜艳的。然后呢，我的这个汤里面呢，我也有放其他的材料，就是说有这个，就是大家看到吗？就是有机的那个大葱头，然后有机的那个萝卜跟这个马铃薯健康很，OK？真的很健康。什么东西，林丹老师？我说真的很对健对对，康。我觉得我们在英国非常的幸运啊，因为很多的那些有机的食材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贵。比如说我放了这个有机的这个那个大葱头嘛，对不对？它可能四五粒，
还不到80p，所以呢，我觉得是非常便宜呀。然后还有这个萝卜也是一包，那个萝卜大概1公斤吧，有机的，其实它只是比普通的那个萝卜呢，可能只是贵一个40p 还是50p，所以我觉得既然是不是很贵的东西，我就觉得我们自己吃进去嘛，对吧？就所以买嘛。我说，你若珍贵，一切都不贵。对呀，真的是嘛，是不是？你看这边，如果我这样子算，那个食材还不到2磅，然后可以吃好多天，你知因道为吗？自你看己我吃把它放进惯了，去，什么都不会了。唐丽老师，吃进你对，的肚子里嘛，对不对？所以是非常简单的这个菜，这个煮法就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就可以了，看到吗？就非常漂亮，那个颜色，看到吗？再见，很 OK，谢谢。如果你今天是吃那个吃素的话呢，你可以放那个他们叫做那个蔬菜的那个精华，就是可以或者是我呢，就是我要健康嘛，然后我没有吃素，我就熬了一点的鸡汤，OK，我就倒进去。其实这个光哦，这个是治疗非常补眼睛的，据我所知。因其为实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盖锅了。然后呢，我就移进去里面。OK，我就给它滚开。然后呢，通常他们有些时候呢，他们会放那个double cream，那种那个炼奶呀、啊。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脂肪很高，所以我就不放。可是我会放那个就是牛奶。可是我放的是，我不会现在放，我是要喝的时候我才放，因为呢，我煮一大锅嘛，然后我等下要用搅拌机来把它搅成，就是比较就是搅成它比较浓缩一点，然后我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那个怎么说那个不同的罐子，这样子我就是需要喝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一罐拿去弄热，然后呢就加点牛奶这样子。然后那个茶，那个味道是非常好的，OK，所以呢，这个汤就在那边煮了，对吗？然后呢，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呢？就是通常我们吃这个牛排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佐料嘛，对吧？然后呢，我就会给大家看一下，配菜是吗？对，其他的配菜，然后我就会用我的这个 starter se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套 starter set 呢，它其实是有。器械东西呀、啊，大家看到吗？这边有看一个到。盖子，这是1公升锅，然后呢，这个是小煎锅，小煎锅呢，它是有一个普通的这种有盖子，它有一个叫做 tong lid 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重叠，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煎锅，OK。哇，亮晶晶啊！韩丽老师，你的锅用了多少年呢、我这个最少用了5、6年了，啊？哇，这么好像新的一样，一模一样。是的，所以接下来这一个呢也非常非常的容易。接下来呢是做什么呢？就是我会做这个马铃薯，就是这个马铃薯呢是小粒那种马铃薯，OK。然后呢我还有一个萝卜，OK。然后我还有一片的这个butter 黄油，我就把它放进去。我就让它去融化那个黄油，融化了那个黄油过后呢，我就把这个放进去里面，然后你可以加那个 rosemary，跟那些一些的胡椒粉啊，那些很像那个盐啊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住在英国你的可以人看得不到，会。它很快那个黄油就会融化掉。韩丽老师就是说，今年这个餐就是你的新年春节的扭转乾坤的菜的话，对，所以我们住在英国的朋友就是这样，有人喜欢吃还是选择棕色的，也有人可以选择金色的都没问题。这套锅就设计给我们。在我们不管你是来自哪里都可以用的一套锅，是不是？韩丽老师，而且是非常容易做啊。
对，这个这点我也享受得到因为真的很轻松，很简单又很快。大家知道啊，韩丽老师的厨房也是没有抽油烟机，跟对的，我是没有抽油烟机的。对，基本上跟彩虹老师家的厨房一样。但是你去煮汤，你再烤这个，就是说是烤你的那个土豆。是的，我现在就是把那个土豆跟那个萝卜放去另外一边煮着，然后呢，我就用这个小煎锅来，这个1公升的这个锅煮些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佐料里面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会放这个紫色的这一个包菜，red cabbage，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叫 purple，他们是叫 red，在这边就是他们叫红色的包菜，可是呢，其实它是紫色的包菜来的，我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紫色，因为你看，我今天还是穿紫色的，看到吗？看到了，他们很多很喜欢说，哎呀，红的发紫啊，或者是大红大紫啊，紫色是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非常的好意头嘛，对不对？红到发紫。其实呢，紫色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的营养素。怎么说呢？其实呢，紫色的食物里面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叫做花青素的一个营养素在里面。然后花青素呢，如果你去查的话呢，它4个大字就走出来，就说它是防癌抗衰。哇，我一听了我就非常的喜欢了。所以对，呢，如果你要逆龄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吃多一点紫色的蔬菜。紫色的水果都要吃吃的洋多一葱嘛，点，所以我大多数上我会选紫色的洋葱，紫色的洋葱，对，对。紫色的洋葱很像矮瓜，矮瓜是叫 aubergine 对吗？这边也是叫矮瓜吗？还是叫茄子？对，叫茄子，茄子啊，或者是葡萄啊，还有些紫色的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去想一下。然后对，紫菜。然后很多的这些紫色的这些蔬菜水果呢，它除了可以让你变年轻，因为它有很大的那个就是在营养方面呢，它是有很高的这个抗氧化的那个营养素在里面。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帮助你的这个你的那个脑细胞啊年轻化，所以呢你会更你的脑年轻的话，你很多东西可以想得更好。所以对，呢，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好处。所以呢，一定要吃这个，这个也是非常容易做。虽然外面卖的好贵，你看到吗？我这边这么多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包菜哈，我只是用了2片的包菜而已，把它切成丝，而且呢，整粒是非常的便宜的，看到吗？这边整粒才不到30p 呀，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太便宜了，而营养这么高，所以呢，大家要是不是要自己动手煮呢？然后现在这一个呢，我怎么做？这一个呢，就是非常的简单，我放点我们的这个安利的橄榄油，橄榄油也是可以多吃，也是一个很健康的油。这是我们安利市场的初榨的橄榄油，对可吗，以，大叔？是，所以呢，我的这一个呢，接下来呢，我是做些什么？我就是放这个洋葱，切碎的洋葱，OK。你的主角要出来了，韩丽老师，什么东西？你的牛排要出来了。我的牛排很快的，其实牛排真的是很快做的，等一下就可以出来了。我知道，3分钟而已嘛，对对对，牛排。所以呢，这一个你可以去就是去炒一炒它，或者是你不想炒它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包菜放进去。因为我喜欢炒它的原因呢，是我喜欢把那个它的里面的那个洋葱味给炒出来，而且然后这个就把它放进去。炒一炒它会比较香的，而且那个洋葱的甜度会出来的。这就非常的简单，对不对？就放上去，
放进去了过后呢，你可以看得到我没有放水嘛，对不对？我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因为那个味道，它其实你去看很多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些 video 呢，他们是有很多方式去煮这一道菜，就是看你喜欢用什么方式。我今天用的方式呢，就是我是喜欢有点酸甜的味道，所以呢我就用了这个安利的这个醋 OK 这个vinegar balsamic vinegar， 对，我很喜欢这个balsamic vinegar， 喜欢。这边呢我是用了这个三汤匙安利老师我放点水。是的，老师，我说你一个人也可以吃到这么丰富的。对呀、很多时候他们都问，哇，你煮很多，拜托，不是一次过吃啊。这个包菜你可以吃很多次的，不是说它其实你越怎么说放久一点吃，它的那个味道更好。所以呢传统的方式呢他们是放酒，我今天就没有放酒啊，它就很像有点像那个我们华人的这种腌菜那种 picker 这样子啊，对对啊，所以他们可以放很多天的这个 OK。 然后这一个呢我再放点的糖，因为要酸甜嘛，酸酸甜甜哦 OK。 你可以放点点的水这样子。韩明老师，我要做你的邻居。已经很多人排队要做我的邻居了。我这边整排的屋子，一有人要卖的话，我应该会有很多朋友会过来这边住。然后呢，就盖盖就可以啦，很容易啊，对不对？真的。然后就给他做小火 ，OK。好的，我这边你看，全部都是在动着吧，对吗？所以我下一个步骤要做的呢，就是。终于那个牛排要出现了，猪脚要出现了。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给它热锅，我是不打算放油来煎这个牛排。其实你今天做这道菜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即将来临的我们的华人新年就是牛年嘛，对吧？那牛年扭转乾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韩丽老师，扭转乾坤，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就是总之这四个字一出来就是2021会是更好的年。应该是这样子说吧，改变了，就是把不好的改去更好的，更好的，这个是我所了解的，对吗？对对，我们的团队里面有老师来解释一下。托卡老师可以解释一下，就是2020跟2021呢，就是疫情的影响之下呢，大家都有受一些很多就是很大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有很多人就没有工作啦，失去工作啦，也有很多人因为宅在家里啦，不能出门啦，就很郁闷啦，对不对？那我们所以才会把这个快乐又生活放在直播间里面，大家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其实我们不单只说，只是说有这套 iCompanion 系统来让大家一起学习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营养美容都有。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是新的朋友的话呢，没关系，你可以回顾我们的YouTube 之前的 YouTube， 我们已经拍了很多节这样的节目了。很多次了。如果说大家还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以再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回顾一下，看看我们之前老师的亲身的体验分享真的非常棒的。我知道我们的老师都是很精心的去呈现他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大家不妨可以回顾看一下这里可以提醒一下新的朋友。那接下来还有个在你的牛排，看到吗？我放这个是那个马铃薯跟那个萝卜，我就是放了这个叫 rosemary 的，大家都可以去很像那个百货公司都可以买到这种像这种干的干料，或者是你可以买那个fresh 的那种新鲜的都可以。
其实这个 rosemary 很容易种的，我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你要随时来拿，他们门口随便都有一两颗的。但是我就觉得现在真的不方便出门，大家都是买一点干的干料留在家里比较方便哦。那韩丽老师现在是不是要煎牛排了？现在呢是要煎牛排了，对，我就在要等到他的那个大煎锅啊，就是可以在属于不粘锅的方式。要怎么知道它不粘锅呢？就是我把一滴水滴进去，看它会不会就是像那个水银这样子、水珠这样子转动。如果它可以转动的话呢，就表示说它属于不粘锅的这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不放油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把那个鸡肉啊，或者是牛肉啊，或者是就是有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Omega 这个鲑鱼啊，你朝那个鱼皮的方向这样子放下去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在不放油的情况下跟肉借油，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试试下那个水。好的，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说嘛，在爱库里面呢，系统里面呢，你可以像蔬菜借水，像我们的所有的肉类借油，真的我平常煮菜也是这样的模式的，就完全改变之前的那种方式。以前呢煮东西呢就是哇油要放多，煎出来的鱼啊，煎出来的肉啊才认为才香啊，而且炒菜的时候要炸身啊，还要加水啊。其实这样的状态呢，就把所有的食物的营养都流失了，而且破坏所有它的味道啊，因为你加了水了嘛，那味道也不比之前的那种原汁原味，就像我们现在煮的都是原汁原味。大家有看到吗？哈利老师煮的每一样东西呢，比如说他烤那马铃薯，那就是放一点点橄榄油啊，就是可以的。就把那以前呢，如果我的煮法呢，我是要把那个土豆去沸水过才来煮的，那现在呢，他现在这样一点点油在那边慢慢烤就熟了，对吗？韩丽老师，是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锅是够热了，我可以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牛排放进去。这牛排非常的漂亮哦，然后其实也不需要放任何的调味料，就是放点盐啊、胡椒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等下还会做那个胡椒汁嘛。哦，还有吗？只有一块而已啊，韩丽老师。就做一片啊。然后呢，就是就是等它做就是你煎三四分钟一面，然后再转另外一边三四分钟。然后这个的同时呢，因为我说要做 three course 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到，哎，我们不要浪费那个蒸汽。刚才其实呢，那个汤哦，它是有转动，看到吗？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不看到这个，可以看得到吗？那个镜头，好像看不到， okay. 看到吗？现在这个看到吗？对，现在可以，它是可以转。动嘛，是不是转动的时候呢，其实呢就表示说它的那个温度已经到达了那个所谓的顶点，那个 optimum level， 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可以把它关去最小的那个火候，然后就是可以用低温煮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锅哦，是还有惊喜了啊，韩丽老师。对，还有惊喜啊，对啊对啊，就是说这个锅呢它其实有两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很长，我要把它关小声。对，其实这个是刚才那个包菜嘛，对不对？我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把它重叠在这边，不要浪费我的这个不要浪费我的煤气。 OK， 所以我的这个就是有这个蒸架跟这个莲花架如果炸东西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用的，它就可以让你放那个炸好的食物放上去，就把那个油滴下来，非常的好用。所以现在我有这个蒸架嘛，我的这一个汤是不是我不要浪费它的那个蒸汽，我就可以顺便的，哇，大家不可不可以看到那个颜色是非常的漂亮，我给大家看一下。好的，
那你工作等一下，人出来一下，人出来一下。哎呀，来，是不是给我拍照啊？不是，老大，准备拍照。对了，在，对对对，是不是非常漂亮？而且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那个汁在里面呢、啊，在游泳啊。谢谢老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要做些什么呢？就是我放个蒸架下去哈、哦，放蒸架的同时呢，我就顺便蒸小蛋糕。嗯。因为 three course 嘛，一定要吃甜品嘛，对不对？就有这个巧克力的蛋糕，就做三个 ，OK， 是不是同时？很棒，是很持家我，可以省很多的空间。真的很惊奇啊！突然间走出来三个小蛋糕。对对对，一定要有甜品嘛，对不对？在英国呢，他们说 every meal must end with a sweet， 就是一定要每一餐呢，一定要有一个那个。甜品来结束那个食物，然后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牛肉看到吗？很漂亮哦！哇，几升啊？是没有粘锅的，我也没有放油，对吗？就煎好了，煎一下。你的牛排就这样子就好了。对呀、啊，就这样子吃好了的。妈呀！就是。我再给它一分钟，然后呢，我就可以在这个的同时呢，做些什么呢？就是做我的黑椒汁，非常的容易。OK， 我也想吃，韩妮老师，你要吃啊？可以啊，现在可以过来啊，我等着你。牛排真的是，在英国是很普遍啊，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就很少去吃。对，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牛排是 OK 的。不需要煮太久，这很快是不是？嗯、其实呢，这个是 OK 了的。OK， 这个时候我会做些什么呢？就是我有这个那个鱼纹跟那个牛肉的那个牛的油嘛，是不是？所以我就不浪费。这边有那个洋葱 ，OK， 然后我也有这个蘑菇，小蘑菇。其实看你喜欢放什么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吃这种小蘑菇，所以呢，我就做这个就是加了一点小蘑菇在里面。有身边的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韩妮老师的吗？可以打在我们的聊天栏里面。大家都说讲知识了，这种就是懒惰人的做法，就不洗锅，就直接放，然后呢？就是这边有这个黑椒汁啊，就是那个 black pepper sauce， 就可以一起放下去。罗伊老师说他们家不吃牛肉的，但是可以放羊，他也对，你可以放羊肉，可以放鸡肉，都是一样的做法啊。他说他洋洋得意啊 ，OK。然后呢，我可以放一点的水。他说老师喜欢扭转乾坤，他说老师也喜欢紫色的。谢谢老师，这是牛吗？我们的老大就是很牛的。对，我基本上呢，我的展示已经是做完了，就是过后我就是会拍相给你们看那个成品。所以这个汁弄好了过后呢，我就会倒在我的这个牛排上面，然后我的那个马铃薯啊，其实应该都 OK 了的，都是好了的，因为全部都是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里面都可以完成的一道菜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以给大家一点的这个idea， 可以在想着要怎么去，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团购的时候啊，就是要团外面的食物的时候呢，比较难团到这类似牛排这样的东西嘛，对吗？因为牛排你要热吃，你才吃好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可以在家做。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扭转乾坤大家会喜欢，然后新年快乐。等一下，韩丽老师有一个问题，美艳老师问，他说为什么他煎的牛排是很会有水分，不是像你的那样干干的呢？哦，就是你的那个牛排买回来，通常外面买回来的话呢，你必须要把那你的那个纸巾啊，去把那个水分去吸干啊，一定要吸干。而且你腌的时候呢，你才发觉到它可以比较入味一点。But 老实说，通常他们在英国人做这个牛排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腌制很多的那些酱料，他们通常就是放黑胡椒跟放盐而已。
因为你才可以吃到那个牛肉的鲜味。对对对，非常棒，谢谢你的回答，韩丽老师。